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那黄正杰再重新录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2016年大师我录的时候还不太会配音，虽然现在也没有配得多好，但以前的我讲话声音跟现在讲话声音其实还差蛮多的。好，所以我们才重新启动这个黄正杰的企划。二师哥，你要紧吗？二师哥，方才那是什么？怎么了，二师哥？我来就见到你倒在这，我没见到其他什么巫师啊。我记不清方才浮现的影像了。但是那个声音跟感觉令人不寒而栗。影像声音，二师哥，我从未见过你如此惊魂未定神色惶惶的模样，你使得我忧心了。是吗？那想来应是我练剑落火昏厥时发了噩梦吧。别操心师妹，我不要紧的，只要定定神应该就没事了。练剑入火，二师哥，你又照镜了。师妹，你试得我的性子的，我只是……你不用多做解释，二师哥，我只是挂心你的安慰。至于你的决定与想法，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支持你的。你大可不必如此，师妹，我不是完人，又有见解错误之时。其实我这个性子执着。我也是明白的，你走如此护着我，只怕有朝一日……这你才操太多心了呢，二师哥。在师父的教导之下，是非曲直，我哪会分不清？打小时我们就一块长大，莫说是你的个性，你的心思，我也是懂的。你只是有自己的想法，不愿跟其他人盲从罢了。别提这些了，你怎么会到这的？此刻不都是师父要你习练咒术之时吗？哎，对了，你不提我倒差点忘了干净。师父请我来换你，说是有要事，要你到青云殿候他。嗯。二师哥，你真的不要紧吗？可能是因为有气滞而昏眩。无碍。似乎好些了，我们走吧。师父，你在哪呢？二师哥来了。我在这。师父，找我有什么指示？师父，你又背着我练诸天剑阵。是的，请师父降罪。我一直不是告诫过你了吗？诸天剑阵是威力强大，但易引动元灵煞气，让人丧心心性。你不明白这后果吗？
师父，这些弟子都明白，我只是不想生出了这等威力的剑招，并无心违逆师父。我知你天资聪颖，领悟一强，但你天生命带钢煞，诸天剑阵与你虽可发挥数倍威力，但更易引你煞气更至啊！你要切记啊！师父，你就别再责备二师哥了好吗？方才二师哥炼入了火，还发了噩梦呢。师妹休得多说。是真的吗，杨儿？其实弟子也不知道为何，以往练王此招，并没有感到任何异样，但今日却不知不觉的失去意识，还发了噩梦似的，有种惶惶不安之憾。除此之外，弟子一切都无恙，请师父不需挂心。也罢，总之要是你还听为师的话，就不许再使用诸天剑阵。是的，弟子谨遵所嘱。君儿，去取一些回气归元的药给你二师哥。是的，师父。杨儿，这是八张挂符，你头五行动将之顺着前队离阵巽坎坤的八卦方位贴在火柱之上，再至中央炼动阴焚聚火之咒，将八张符依序烧化，然后将你所见到的带出来见我。我明白了，师父，我这就去。出来吧，风格，为师会不知道你在这吗？是。你想说什么？说吧。师父，是要弟师弟去取镇魂令吧？弟子不明白，为什么师父不请我去完成这一次重大任务？二师弟他刚愎自用，我行我素。这帮坏了护剑的大师，你认为自己胜任得了吗？既然师弟可以，我身为天玄门大弟子，焉有不能之理？既然这样，那为师倒问问你：你明白九夷天尊之位，但见在你眼前时，为师却叫你将之丢弃，你做得到吗？这，师父的命令，凤和自当遵从。那要是又有其他人告诉你这把神剑力量无敌，绝无仅有，说你是神剑最适合之主，那你如何决定？我不必回答了，师父。风哥，这就是你无法胜任的原因。可恶！原来平内练功的悟性洞藏有秘密，不知究竟会出现什么，这可有趣。等等我，二师哥。二师哥，这是师父嘱我取给你的药丹，你拿去吧。二师哥，你要进悟性洞吗？这是我叫你进去的吗？是啊，师父交给我八张挂符，要我进悟性洞取件东西。东西？悟性洞内除了师父布下让我们练功精进的符怪外，就只有八根火柱以及中央的一块石碑。师父是叫你扛石碑，还是拆火柱啊？当然没那么简单。师父看来慎重其事，我想非同儿戏。是吗？那二师哥，我要同你去。反正师父也没说不肯让你同行。也好，咱们就一起进去瞧瞧。为什么要先来这呢？因为要先拿东西啊。
不是哈，诸天剑圣这么有名，是在《神魔至尊传》当中就有讲过了。虽然你知道是天玄门的剑法。然后这边一样会有隐藏道具，所以要搜索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存档点了、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已经下载那个随时存档了，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这边呢，老婆邻居。好、啊，就这样。然后好像，楼上好像也可以拿。楼上也有东西。有剧情。这是我邪炼符术之所。二师哥，也要习化作符吗？不，我心思没你细密，这种细活功夫我学不来。哼，这二师哥也太自谦了。52。哦，这边还有东西，八卦牌，哎，金装药，好、哦，没东西了，就这样。我刚存档嘛，存一下了。哦，龙居岛，哎，好像也有点像哦。哦，对啊，是龙居岛。二师哥，这无心洞不是遍布了练功器？练功符偶吗？对了，二师妹嫌少来到此地，就请师兄向你解说一次吧。我这边跳过。既然师妹已知晓，那就让我们来一次。虽是符偶，但能不可轻敌。我晓得了，二师兄。然后这快捷键是 A。我都喜欢用快捷键啊。二师哥，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按照师父所说，我们必须先按照八卦方位，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将卦符贴在火柱之上。我们得先找出乾卦位的火柱。原来这八根火柱有这功能，但是看起来这些火柱似乎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怎么断定哪一个是乾卦位呢？我想，如果真的事关重大，这乾卦位的火柱应该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记号才对。二师哥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先调查调查这些火柱吧。然后在调查火柱的时候，可以顺便练功了。你会有敌人，这个是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有三根嘛，一二三，这个是乾卦位。诶，这个火柱的柱上，似乎有一个浅浅的掌印，是吗？或许这就是乾卦位的记号。我们先把这个当作乾卦位试试看。好，然后再是对，对卦位，然后再来，啊，这个御敌率很高啊！我已经做安装完更新档了，这率碰怪物的几率还是很高哈、啊。再是乾兑离卦位，
后再来是什么？震卦位。这个，哎，这是坤，因为是反过来的。坤，我靠腰这个。哎，梗，然后再什么？砍，最后一个训。好，接下来就到石碑前念动引焚聚火之咒。诸皇灵明，自耀俱清，焚焰离火。没想到悟心洞内居然还有秘门，这样看来，师父要二师哥取的东西就在这门后了。嗯，咱们进去瞧瞧吧。那个漂浮在半空中的是，看来这就是师父要我取的东西的。这个看起来像是令牌，而且下了个结界封住。师父有交代怎么取下吗？这倒是没有，不过我的直觉就是直接取下就可以了。可是，这可能有什么危险的禁制。这令牌光芒消失了，镜子的结界消失了。二师哥，你没觉得有什么不适吧？嗯，非常没有，反而还有一股莫名的沉浸感。先前因为练功入火的而心气上浮的造反，此刻似乎都消失殆尽。看来这不是一块普通的令牌，更何况是放在这里隐匿之处。我想这一切问师父应该就明白了。嗯，哦，这边的音乐是旧的，神魔至尊当中的音乐，这边应该是没东西的、啊。这边是门关起时，还真是不着任何痕迹。可见这个令牌真是相当重要，不然师父也不会藏得如此隐秘。嗯。取到了吧？是的，师父，是个令牌吧？我这就拿给你。不用拿给我了，你就小心的保管吧。你需要它去完成另一件事。是的，请师父示下。杨儿，你就这么信任为师，不用多发疑问吗？师父，你对我养育与教导之恩，师尊如父，如果连师父之命都怀疑，我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呢？杨儿，虽然你的上心令为师欣慰，但是为师却不得不告诫你，人心难测，即便你是你最亲近的人，都不要尽信。为师如此说，你能懂吗？师父，无需多言，等下山之时，时机挪至，
你就会明白的。下山，师父的意思是？可还记得我17年前曾经带你们三人到一座有着青铜石雕的平台吗？青铜石雕的平台，弟子记起了。那一次西南方，一次约莫3天脚程的一座高峰上，有着8只青铜石雕的8角平台，是吗，师父？此台名唤斩龙台。不过在详述此事前，你可知你手上这只令牌是何物？弟子从不知悟心洞有此命色，更未见过此令牌。我想凤和应也不曾告诉过你们。事实上，我天玄门历代皆负责看管一柄上古神器之所要，称之镇魂令。即使你取到了这柄令牌，镇魂令，上古神器，这是一柄可以号令天地神魔的上古神柄。蚩尤当年便是拜在此剑之下。这些上古神兵名唤91天尊之剑，据说是黄帝怒女娲神补天所遗的7色石炼成。之后，他承受天地圣法御奉，其威令四方神魔畏服，几乎可说是天地间神兵之尊，故得此91天尊之名。91天尊之剑，那既然这笔剑如此罕威撼天地，又何须正以所封？这正是要点所在。相传上古涿鹿之战，先祖皇帝用此剑斩杀蚩尤后，发现此剑吸收了蚩尤的魔血元魂，以为不祥，便以刚玉制作剑夹与悬索，将剑正封于剑夹中，封于圣玄之3大灵穴，分别为衡山阳之剑冢、华山阴之剑冢。好，我们重新刚游戏崩溃。那我们按快一点，看会不会跳过那里。好，这边正常了。华山阴之剑冢，以及我们天玄门历代负责守护的泰山荒之剑冢，各自按下3个飞碟在灵穴正座上才能开解的封印，也就是必须各以3个魂令在其属之正座上行解封之仪，方能解开玄锁之意，并有风水气脉流转之故，而定下每一甲子在3灵穴中换封的惯例，也就是60年后必须将此神兵换血移转，方得充足至灵穴正气将其正封。不过有什么不对吗？其实这个疑问相信门路能顺利进入剑冢也会有的，那就是剑冢内皆有2个剑座。两个剑座不是只有一把剑吗？这也是一直以来令臣服守护之者的我们始终未知而不得其解之谜，推断起来似乎应该还有一项神器，但是没有人知道其下落与任何消息。不过现在首要之务就是到斩龙台地下的荒之剑冢，将剑甲以镇魂令解封取出，到濮阳城与紫云派会合，将剑甲以往横山的阳之剑冢再次轮替封印。天玄门守护已届60年，如今只差交替便告圆满，是吗？但起初弟子有个疑问，此等重责大任之事，师兄为何交付给弟子呢？虽然是师父所命，弟子应该竭力以赴，但是以辈分而论，应该也有大师兄。你们都是我亲传的弟子，看着你们的长大，个人心性我焉有不知之理。虽然凤儿早知此事，但事任与否我自有定夺，
你们不必拘泥于辈分礼数。是的。那么君哥，你也一道去。真的吗，师父？我真的可以跟二师哥一道去吗？与其将你留在门中，事后却必须罚你一条私自下山之罪，不如就遂了你的心愿，随你二师哥一道去吧。啊，师父，你老人家就要消遣我？不过虽然让你同行，但护剑之事非同小可，你一道去也有你的职责所在。然而你在此暂后歇，君儿，随我来取些物事。是的，师父。两个时辰之后，一切如此，你们两人都明白了吧？是的，弟子明白。我也记住了，师父。那就快上路吧。以紫云派掌门穆宗时那老儿的脾气，我想定会亲自到浦阳城迎护神剑。他性子急，切记不可贪玩误事，招人笑柄。若今日之内你们能为将神剑接护成功，紫云派就会通知我亲自前往，到时你们可就避不了一顿责罚了。是的，师父，弟子一定谨记于心。杨儿，这些盘缠你带着吧。去吧，一路当心啊。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想请问师尊，掌奴台是在哪个方向？要如何得知掌奴台的灵脉流动顺序？要如何将剑甲从剑座上取下？将镇魂令卡进剑甲夹身的凹槽上，方可将剑甲自剑座上取下。多谢师父的提醒，弟子记清楚了。一路多谨慎些。好了，我知道了，这些师父不一起去是因为考验。什么考验？使用手上的这面八卦座牌，就可得知站立之处的灵脉动向。不过如果所立之处并无任何灵气脉动，则就没有任何显效。多谢师父提醒，弟子记清楚了。好，就这样，走吧。哎，师弟好。啊，这些要收集哦，这个很重要。啊，他的大地图就是这么小，超级小的。我说这大地图，我觉得实在太烂了。为什么可以特别改成这样，实在不懂。终于到了，看路线我还记得不错。看起来出不了的，那么。这果然有字，师妹，你已知这有玄机了。这是师父出发前告诉我的。师父说这掌中台既是一个剑佐之一，如果看得不轻易显剑，在台顶上设有足以致命的明阵封制，但是破阵之诀也刻于地上。师父并没有告诉我实际破阵之法，他老人家希望我们能够领悟并破解这其中玄机，这也是对我们俩的考验。是吗？那就先瞧瞧这字面上面的字吧。
立足太极观望，脉生卦象，神兽互两方，迷离交错方。乾艮离巽左受挡，命无常。坤兑坎震右受猖狂，立咒守正始慌。这的确是颇深之谜。那么，我们该如何启用机关呢？刚刚刚好就没有字哎。气脉流向什么意思？这里的地理风水源源不绝的地气涌出，皇帝遂下奇门阵法，将主要气脉导为八方流向，此脉尚可牵动这八具同尸互生感应，不破解此复杂风阵，开不了往地下剑冢的入口的。以此破阵之诀，看来在立足太极观望，脉生卦象，或是因此需以此八角形之掌龙台为八卦，以太极应该就是一直需站在此阵台此台正中来判定各机关的左右方位，而神兽互两方嘛，既是互两方，那么气脉卦象并不是一直同失，而是这掌龙台的八个缺口，那迷离交错方才得合理的解释。乾艮离巽左受挡，坤兑坎震右受猖狂，表示在破解顺序上，这些方位的同尸是不可触碰的致命机关，因此看来相反的位置的同尸就是机关启动的枢纽。二师哥果然是聪颖过人，看着师傅在这第一道考验对你而言可是轻松无比。师傅已经告诉你了。是啊，临出门前师傅就对我私下叮嘱，此次任务虽然非同儿戏，但是师傅还是想借此机会给你一些考验，如果你真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我再说出。没想到师父会有你这个小考官，看来我也对师妹多恭敬几分，免得莫名落得成绩了。不会的，不会的，二师哥，你可别这样误解我。师妹快别惊慌难过，我是同你说些玩笑话，别太当真。师妹怎么了？生气了？是我不好，我跟你赔不是。不是的，二师哥，我只是在想。从小你就认真严谨，冷静寡言，虽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可从未说过玩笑话的。二师哥，你有些不太一样，是有些什么事让你开心吗？我也不是非常清楚，总是有一股隐隐的亢奋之感，感觉像是即将获得自由般。或许是我情止于习武，久未下山自顾吧。若是我因此有所失言失态，师妹可别笑话见怪。二师哥不需多礼，你这样说我就懂了。咱们时间无多，不如试试开启激光之法吧。好，先使用八卦盘。顺序为巽离坤乾震坎艮兑。OK， 好，然后我们要依序去按巽的位置在。看一下是哪一个、这个吧。不是哦。我又按错了。好，第一个巽是这一个，再来是离。应该是这个吧。对。坤。是这个吧？我看我要不是哦，再一次，八是这个吧？好，一样的位置，然后离二八这里，不是吗？对啊，为什么？对了啦，
终于开启了，我们走吧。如果一直失败会怎么样呢？哎，这样对了。好，如果你一直按，然后引起来都会触发剧情，然后到时候高文君就会出来帮你解释了。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不会，第一次他会再分析一次。然后高望君就出手帮你。难道我的方法错了吗？为何这让我们一点反应也没有？二师哥，可以让我试一下吗？怪不得师父主意要你学习做法之术。我们还是快点完成师父交代的事情吧。OK， 就这样，吓我跳。这真的是九门一家子的剑走？这些发出幽光的玉石是什么？宛如夜明珠一样的美。这些发光的玉石真美，我想啊，怎么了，师妹小心！完了完了。糟糕糟糕，白阵好，每个商店都可以这样做，可是那个很难用，我每次都用很久，就是在这个线的下面，可是你要按快一点，你看我现在都失败了，我就很难用，你知道吗？就是它会点过去，然后价格是30元，可是图案会变反气丸，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只靠这个 bug， 要按快一点，对不对？我说手速不够快啊。哎，难度，我为什么要洗钱？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洗钱了。哎，有吗？有吗？有了，对不对？现在有了呗，现在是有还是没有？现在有吗？图示反气丸嘛，对不对？哎、欸，有了，哈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干嘛呢？把它卖掉，赚啊，价差250块。哈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我们要洗多少钱呢？我想一下哦。我们要洗到可以买到那个武器防具的价格。他看我那个有个机器，你看看有，还有个机器啊，才变那样。那、啊、我们这个靠了 bug 赚到钱了，然后我们去后期的城镇买到好的武器跟防具了。那我们现在挑战后期的怪物，一次升等，升快一点，升等啊，要升几等啊？才一等啊！
哦，因为会变零啦、啊，所以他没办法一次升好几等。OK， 好，重新再来挑战。好，这边刚刚练过，就快转吧。嗯，简单，嗯，很弱、哦，什么持剑魂哦，打了你叫妈妈，这些凭空出现的剑魂是什么？难道这里面也布下阵法？嗯，师傅也提起，这里因为灵气充盈，加上上古兵器九云天尊封印于此，因此极具聚灵，设下剑走风穴之人，遂用此一地利，设下重重的迷向阵法，以杜绝外来的野心者，是吗？那我倒是想要闯他一闯了。好，这边敌人基本上都没有难度了，我们直接快闯好了。哎、欸，等等，这边有东西。好，走吧。看来我们找到了。嗯，的确有两个剑甲，没错哈、哦。这边的音乐就是环城姐自己的音乐了。剑甲顺利取到了，我们快到长平镇搭船到濮阳吧。不要去。什么？怎么了，二师哥？没什么，我只是逃走，带着剑甲逃走。谁？什么东西？二师哥，你真的没事吗？你在喃喃自语些什么？我没事，可能是此地灵气过盛，顿觉心神恍惚了一下。没事的，我们快走吧。好，哎，我们到长平镇吧。